铁子们，我又来了，快看今天这个耳朵里都有啥，和上个视频差不多，差的就是眉多了一点，加厚了一点。哈哈，这耳朵也是同样的吃力。你们看藏起来的痂皮下面全是脓泡，洗过之后就像八爪鱼的吸盘一样，一个圆点一个圆点，痂皮也是真的厚，深处都变色变黑了，铲的差不多了，上面的揪出来，晃晃悠悠的往外揪，不晃悠就容易疼和出血，里面贴得太死，一夹就断了。接着往里丢，大块都在耳膜上了，等我掏出来这块就舒服了，看这一块紧紧的贴在耳膜上，这会导致耳朵闷堵得慌，感觉就像是耳朵里堵住了一样。如果家人们有类似的情况，感觉也是这种情况，闷感觉里面有东西，很有可能也是这样的，但也不完全是的呀，也可能是别的情况，这个就不确定了，只有看到耳朵才能确定啊。看我勾出来这一块解压吧，里面这个勾出来基本上就干净了，耳膜处耳壁上都是脓水，耳壁上不光有脓水，感觉都有点红肿，这也是拖拉了，一直都知道有这个东西，但是没想到会这么严重，这一下看到这样还吓了一跳，自己都不愿意看了，哈哈。用耳勺收拾一下残局碎渣，全部小零食都出来了。感谢观看，点个关注吧。